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是，杀害姚氏，豢养姚邪，策划姚氏杀人事件，导致百姓对三大殿失去信心，将我调离都城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。是，如今你要对明海法阵出手，你此时方知已是于事无补。 不如回城安顿好家人吧。师父，为什么？你我缘分已尽，你去吧，我不想对你动手。我会让你将天下苍生置于险地之中。因缘际会，一切早已注定。 南面的明海全都决堤了。我与药师，在。列伏龙金刚法阵，是。